如果他拿得出一份市政府做的民意调查，满意度有破五成的，我就提供100只的人偶跟鸟松的烤鸭来给高雄市市民。三月份的时候，研考会其实有进行他个人的市政满意度的调查，当时的满意度是高达60%，不满意度只有30%。那我们上个月10月底的时候，施作的民意满意度调查，韩国瑜市长的满意度是整个数字翻转，变成满意度到30%，不满意度超过60%，跟他如日中天的那时候的韩国瑜已经迥然不同。我想韩市长说他请假不会影响市政，他也会按照约定到议会来备询，可是种种的作为都跟他所说的已经都不一样，难怪高雄市市民在对他的满意度的表现上面是已经都是翻转的。过去他有60%的满意，他现在是60%的不满意，是完全的天翻地覆了。我想韩市长，你选得上选不上总统是你的事情，可是高雄市的市政发展不能因为你个人的政治需求而有所耽搁。市政府有编列施作市长满意度调查的预算，如果市政府韩国瑜他们愿意去做，可以拿出一份超过50%的市长满意度，超过50%满意的，我个人这边我就公开发100只人偶跟鸟松的烤鸭来兑现。